原标题军统特工传奇，毒死了大汉奸头子李士群，策划了日本版珍珠港丁默村与李士群借刀杀人。除剧间很多人都知道，杀人如麻的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是日本人毒死的，却不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是唐生明。其实一开始唐生明并不想除掉李士群，蒋介石和戴笠最初给他的指令是争取李士群，可是李士群顽名不化，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干，而且随着他在汪伪地位的上升，野心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毒辣。他和周佛海争权夺利，斗得不可开交，双方都有欲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他们闹义气，经常向唐生明诉说对方的不是，唐生明两面敷衍，挑拨离间，加深他俩的矛盾，但还是有分寸。由于周佛海已经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还是偏向周佛海。李士群和手下准备对付周佛海的时候，他会警告周佛海，周佛海这边的人准备对李士群下手的时候，他却不告诉你。到了1943年夏天，重庆方面就李士群不可救药，决定将其剪除。唐生明考虑了很久，建议处理可以有上中下三策，下策就是让军统动手派特务暗杀李士群，但李士群身居简出，保镖如林，这个方案难度很大，而且可能遭到汪伪特务机关报复。中策就是利用汉奸之间的内讧来除掉他，这样可以避免汪伪特务的报复，而且可以挑起汉奸之间的仇杀。很多大汉奸早就看不惯李士群，挑动他们去对付李士群很有把握。上策就是利用日后与他的矛盾去杀他，这样后遗症最少，李士群的人不敢把日本人怎么样，也不会怀疑到重庆方面和已经归顺重庆的大汉奸头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鸡儆猴，让汉奸看到走狗的下场，以后再拉他们就方便了。汉奸头子李士群周佛海也接到了戴笠的指令。周佛海也不简单，他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之后，连他老婆都瞒不着，到这个时候才和唐生明和盘托出，请求唐生明的帮助。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采用上策。他们决定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左去干周佛海的副手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建东与冈村关系很好，冈村一直对李士群很不爽，熊建东就火上浇油，说李对日本宪兵队很不满，总在工作上想方设法与宪兵队争权抢功，尤其说到李根本瞧不起他，认为他只是一介武夫的时候，冈村便咬牙切齿地发誓要除掉李。熊建东又故意劝他不能这么做，因李负责汪伪特工组织多年，日军总部很信任他，要冈村暂时忍耐，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他这样说，冈村更加冒火，便不顾一切地干掉李。熊建东这时才建议毒死李士群，可是冈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毒药，这种毒药既要可靠，又要让人难以觉察。正好这个时候，周佛海派去见戴笠的特使彭寿回来了，彭寿带回了合适的烈性毒药。冈村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迫不及待的决定在自己家里请李士群吃饭，日子定在9月7日。唐生明、李士群对冈村一直防范甚严，为避免冲突，他基本住在苏州，很少到上海。接到请帖后，他感觉不妙，靠山刑期大佐刚刚调走，他只好带着翻译夏仲明硬着头皮赴宴。为了避免混淆，那天冈村下令做西餐，这天周佛海和熊建东的老婆换上了厨娘的服装，躲在冈村的厨房里，专门给李士群的菜里和酒里下毒。菜预备分好，每次给李士群吃的东西都由他们亲手拌上毒药，交给日本下女送给李。毒药是无色无味的粉末，吃进去一点点就无法挽救，
李世群见只有他一个客人，怕冈村下毒对付他，他以前也常用这种方法对付不听话的手下。他借口正在泻肚子，不能吃东西。冈村见他什么都不吃，很着急，就亲自走进了厨房，给他亲自端来了牛排，最后一点毒药全下在这份牛排里了。冈村很殷勤的再三劝李给个面子，多少吃一点。李世群实在拒绝不了，就勉强加了一点青菜吃了下去。由于这是慢性毒药，当场看不出来。李世群稍坐一会，便起身告辞。冈村这时突然聪明了，就拿出几件李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来讨论，搞得很晚，李世群才能回去。李回去后立即洗胃灌肠，但没有什么不适。第二天正巧徐来也去苏州，在车厢里遇到他，他多次请徐来到他的包厢里休息，仍然有说有笑。到了当晚，毒药发作，经中西医紧急抢救无效，九日上午四时，身体萎缩成狗一般大小。李世群死去的经过，唐生明简单的电告戴笠。抗战胜利后，唐生明才详细的把整个过程讲给戴笠听。戴笠大拇指一翘，干得漂亮，吹响日军安魂曲。唐生明是结束太平洋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大功臣，他一不留神喝酒喝出了一个大情报，逮了一条大鱼。他与日本海军省军官谷川混得烂熟，谷川曾经做过唐生智的日语翻译。1944年下半年，有一天谷川邀请唐生明到他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家中吃饭，谷川又喝多了，带着几分醉意，夸口便说，你别以为现在我们在太平洋上打不过美国人，我告诉你，战局很快就会好转。唐生明立刻明白谷川那里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了让他说出来，他故意用怀疑的口吻说，恐怕不容易吧，你有几分把握？接着连连劝酒，谷川连饮几杯后稀里糊涂的透露了他在日本海军省某重要负责人那边听来的消息，日本海军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艇秘密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趁美国不注意对美国舰队再次突然袭击，再来一次珍珠港。珍珠港事件，唐生明回家后立即密电重庆，重庆方面迅速通知美国海军，美国海军正忙着找日本海军主力决战，对于大批日本军舰人间蒸发感到奇怪，他们将计就计，搞了一个日本版的珍珠港，对尚未集结完毕的日本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击沉击伤100多艘军舰。从此日本海军的主力损失殆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通缉令，唐生明获200万元巨额奖励。解放战争期间，唐生明将军配合程潜将军促成了湖南起义，及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是年赴香港经商，对两行起义做了一定的促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国务院参事，并先后担任了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编辑别闭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